哇，玫瑰，你大包小包的准备煮大餐呢、啊？不是啦，我要回家炖汤给道行补补肝。他工作时间不定时，压力大又经常熬夜。幸亏你遇到我，来介绍你这个 Kinohimitsu Be Liva。 Kinohimitsu Be Liva？ 对呀、啊，它是由七大活性成分组合的，它包含了姜黄素、维生素 B 群、 B1 和 E， 牛磺酸和芝麻萃取物，可以全面维持肝脏的健康。难怪你精神奕奕的。 我很少生病的，因为里头的五味子和冬虫夏草萃取物能维持身体免疫力，比起炖汤啊，营养价值更高啊。这么好啊！还有啊，临床证实它能有效的分解酒精成分，我的工作最不定时啦，一天一包 Kinohimitsu Be Liva， 看我龙马精神的。<笑>而且它包装轻巧，方便携带。对啊，拿给大欢吧，不必说是我送的。那怎么好意思？不会，好的东西大家分享。<笑>